你相信吗？从几段文字开始，要做出这样一本有翻页效果的电子行录，其实比你想象的还简单。我们到底用了几个工具，花了多少时间？来猜猜看。本集亮点：维持角色一致性，打造专属人物风格，克制化模特儿姿势，提升品牌记忆点，快速制作带有翻页效果的产品电子行录。上一集，小戴刚从阿明那里学到了一项秘密武器。 正开心时，广告素材好了吗？下周一要给我确认哦。我要看到完整的商品行录。惨了，急着追问阿明，结果老板娘的案子我都还没开始。没关系，我有阿明的秘密武器，这里有好多漂亮且专业的模特版型，还很贴心的依照产品分类套用一下就能搞定。这次应该不用爆肝了。小戴得意的按下传送键。 小戴，你真是太棒了！但是这一张可以改成这个姿势吗？那一张可以改成另外一个姿势吗？我要同一个模特儿，之后还要用来当品牌代言人。我还要做成电子行路，放在网络上有翻页效果的那种屋。哦。我的天啊，老板娘的案子怎么这么难搞？小戴回到 Chat GPT，上传模特儿与产品图，请 AI 帮忙穿搭并生成时尚杂志图片。用嘴 P 图虽然直觉简单，有时却很难控制。 要如何从这样到这样呢？其实只差一个步骤：上传你的人物并命名。就是这么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动作，能让后续 AI 生图更顺利。不止人物一致，还能指定姿势。如果又跑掉，再重复一次就好。卡通人物也一样适用。哇，真是太棒了！图片准备好后，小戴来到 Canva 建立新专案，可以选模板，也可以开空白档案。上传图片，插入版面，填写文案，再调整字形。 字体大小与整体配置，选择模板不是为了套用，而是它能帮你更快找到灵感。点选这里可以变更背景颜色。Canva 最强的就是可以解析素材颜色，帮助我们更快挑选适合的配色。调整图片透明度，增加质感。Canva 的对齐功能也超强，会从各种角度自动抓对齐的位置，无需手动拉参考线。接着，我们要将这张图片加上白色矩形框，从左边元素选择矩形。 取消填色，设定外框颜色与线条粗细。接着，我们要将这张图片裁切成圆形。一样，点选左边元素，选择有这种图案的圆形，把图片拖进来，就瞬间完成了。滑鼠点两下，还可以调整原本图片的位置哟。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功能，翻转。点选水平翻转，就可以营造镜像效果。使用垂直翻转，再加上调整透明度，就可以制造倒影效果。全部排版完成后。 点选分享、下载 PDF，剩下最后一步了。小戴来到 Hazing 的网站，用 Google 账号登录，上传 PDF，设定电子书的标题，选择杂志翻页效果、网页背景，上传网页背景音乐，进入编辑模式。你还可以在电子书里插入链接、图片、影片、声音及网页。例如，我们在最后一页插入一个回首页的链接。设定完成，按下储存。 点选 Stop Editing 就能回到预览模式。点选分享、复制网址，即可迁入网站。太棒了！赶快传给苏菲亚、啊。居然这么快！马上来瞧瞧。除了 Chat GPT，还有哪些工具能做到角色一致、克制化姿势呢？ 我们来看 Design。登录网站后，建立新专案，命名并选择尺寸，点选角色、角色表，输入提示词，选择风格。这里还可以上传照片，指定特定脸部，即可生成四张角色草图。选择最满意的那一张，创建角色，为角色命名后，按下训练。完成后，便可从角色库生成图片。选择角色，输入提示词，接着。 这边有三种模式可以控制人物画面、相机、人体骨架、参考图片。第一个相机镜头及角度，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。第二个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骨架功能。打开 Pose 功能，先确认 AI 自动辨识的人体骨架是否正确，再从右侧选择模板，或左侧手动拖曳调整姿势，选择长宽比，按下生成即可。第三个。 也可以透过参考图片来指定姿势，另外还可以直接在这里选择图片风格，例如将写实风格的角色直接转成水彩风，就不需要再另外做风格转换了。如果是多人角色一致呢？选择插入角色，选取插入位置，选择要插入的角色，输入提示词，设定相机，就能生成多人图片。下载时还能顺便提升画质。 我们刚刚讲的是从文字生成一个角色，然后训练模型产生图片。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多图参考生成。点选即时故事版，上传图片。除了从电脑上传之外，也可以从现有的图层选择，或是从训练好的角色库选择。然后填入提示词：image 一穿着，image 二背着，image 三的时尚杂志图片。选择解析度及长宽比，按下生成即可。 Design 的底层为 Stable Diffusion，手部仍可能出现错误，但它内建 AI 手部修复工具，只要点选 AI 编辑手部修复，圈选范围后点击生成即可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TensorArt 也可以做到角色一致及指定姿势，不过因为它有开放大家上传自己训练的模型，现在上面的模型素质参差不齐，很容易踩雷。另外一个是 OpenArt，它的各种功能跟 Design 类似。 也能训练角色并控制姿势。最后，大家会不会很好奇？Chat GPT 不是也可以排版吗？是的，它可以把一张随便拍的照片做成这样。为什么不用它呢？第一，它现在生图的速度还是很慢。第二，图片会再重新演算生成一次，很容易变形，像这样。所以，先准备好图片，再到 Cam 排版是最有效率且稳定的做法。看着完成的作品，小戴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没有万能的 AI。 只有完成任务的我，欢迎来到忍者妈妈 AI 小学堂。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图示生出来了，但主角每一张都长得不太一样。这不只是审美问题，更会直接影响观众的记忆力与信任感。角色一致性就像品牌 logo，如果今天红明天蓝，观众怎么认得你？而姿势控制则是进一步的沟通设计。模特儿举手可能是强调某个商品细节，模特儿转身可能是展示服饰剪裁。 AI 虽然强大，但要靠你明确告诉他你要什么，他才做得出来。记得角色一致加姿势清楚，才是品牌沟通的基础。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带去时尚商会啦，真是太好了！哦，oh, 原来还有这层安排，那我可以稍微喘口气了。小戴，我在会场看到有人用 AI 做出这样的广告，你赶快帮我研究一下。